愿以己身保一方净土之人，被称之为侠岚。上古四大凶兽混沌、曹魏、重秦、饕餮，有一姐儿带着毁天灭地的灵力为祸人间，危难之际一群上古侠岚挺身而出，他们运用金木水火土五行元气与凶兽殊死战斗，却因凶兽体内灵力过于强大而相持不下。后来上古侠岚超出五行元气之外，体悟到了风的力量，并将这股力量幻化为风雨咒。最终，四大凶兽的元神被上古侠岚封印，散落世间。世间终于恢复了太平。从那以后，侠岚代代相传，凡掌中有侠岚印记之人，就要担负起守望世间的责任。如果大家认为这是一部英雄史诗的故事，那就赶紧退票吧，因为主人公跟你们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。这个面目狰狞、虎背熊腰的人不是我，这两个二货就更不可能是我了。而在他们前面的那个，在闲庭信步中享受着春风拂面露华浓的翩翩少年，就是我了。我叫郎明，是个盲人，但我听力超常，在这个世界上别人听不到我声音都能听到，所以他们那些凡夫俗子根本抓不到我。别走！然而，有一些东西是根本不会发出声音的，比如……就在一炷香之前，我明明还是个拯救别人失败人生的英雄。伸出你们的左手，看看是否有这样一个印记啊！哎，这就是侠岚身份的象征，是成为英雄的象征。快看看你们谁有，谁有？没有，没有。你有吗？我也没有。哎，那你们就废了。没有，这辈子都成不了侠岚了。我真替你们失败的人生感到惋惜啊。可我们还年轻。年轻怎么了？不成为侠岚，你拼得过高富帅吗？不成为侠岚，你能得到真爱吗？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才肯承认你的失败吗？都过来。今天我就给你们一次拥有侠岚印的机会，孩儿们看好了，不要眨眼。哇，这个小黄书是什么呀？这位大哥非常有眼光啊！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小黄书，这个就是当年四圣侠岚战池的秘籍，火力耀月。哇，这个呀是陈月的天仙点舞，千钧的水砍冰风破合集。哇，这个可是太极侠岚一痕心的秘籍，千叶降龙。哇，但是最重要的在这里。没错，这就是能赐予你们侠岚身份的终极利器——侠岚印章。哇，由侠岚总部九宫岭官方授权，石雕匠人1:1手工打造严选的花岗岩体，经久耐用，今日倾囊出了，只要10文钱。拿出10文钱就拥有了侠岚印，拿出10文钱就可以拯救你们失败的人生。谁呀？叫谁？这么说你一定也是侠岚了？当然。等等，气场有些不对。哼，什么？三炮一声震天下，欺软怕硬三罗刹，要想脑袋不开花，赶紧掏钱，别废话。
这么没水准的开场白，给你们写词的也太不上心了吧。我看你小子是有点不服气啊。有话好好说啊，你看你把孩子们吓得画风都变了。少废话，服不服？别闹。服不服？滚蛋。你敢不服？老大，我是让你崩塌。服不服？我服，我服。行，他服了。大哥，咱们是来收保护费的吧？不收了，我肚子有点疼。不收，那不白炸了吗？也对。跑喽！刚刚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已经看到了，接下来的就是一群臭流氓追杀一个可怜的盲人。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梅姐，笑阳刚跟我关系最铁的女人，每次遇险我都会习惯性的喊起这个名字，而她就一定会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因为她是我妈。哎呀，有你这么叫妈的吗？这么大的人了，一惹祸就喊妈，说出去都让人笑话。回家。哼，梅姐，这么大个孩儿就想走，也太不给我们山婆婆面子了吧。这就是面子，给你一个够不够？这哪是面子，这叫嘴巴子。梅姨，我们是黑社会。就你还黑社会？等回头我找你妈来收拾你。梅姨，咱说好了，道上的事儿不能牵扯到家人。那你就给我闪开。哦。跑路。追查罗刹下落的霞兰，如今有什么消息吗？扶桑古树如此落叶，不是什么好兆头啊。是啊，那只罗刹行踪不定，我们如今依然没有任何线索。若我们能参透上古霞兰的秘术，掌握五行以外的力量。您是说？你还记得13年前的那个人吗？儿子，别怪妈逼你，你还年轻，在集市上混生活根本没有前途。从今日起，希望你能踏实下来好好用功，不要再辜负妈对你的期望。不是我不想努力，是你对我期望太高。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只要你不忘初心，定会有所收获。更何况妈早已打探清楚，这家店是新开的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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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
肉，智商免账。出老千，来人！你们惨了，你们居然敢惹霞兰！等我回九宫岭叫人烧了你们的铺子！哎呀，早该见好就收的，这下好了，一分钱都没捞着。谁能防得住你骂我呀，梅姐？虽然因为我的耳力逢赌必赢，但我其实并不愿意趟着浑水。除了不想挨打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你一个，我一个，生活费一个，我一个，你一个，我一个。梅姐，我是瞎，可我不聋也不傻呀。我这才分到俩，您那都四个了吧？是吗？呀，真是神仙显灵，只有老天爷知道体恤一个单亲妈妈的辛苦。又来这套？什么这套那套？你那个不争气的爹，在你五岁那年就死了，我一个人拉扯你长大容易吗？从我跟你爹谈恋爱开始，他让我过过一天好日子吗？就知道跟我吹。梅姐，我马上就练成风雨咒了，我会成为一名真正的侠兰。可一直到有了你，风雨咒没看见，我这日子过得可真是风雨飘摇，全都是让他给我咒的。没错，在我的记忆中是有个爹，他是不是侠兰我不知道，甚至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侠兰我也不知道。儿子，看爸给你买了啥？说错了，重说啊！儿子，你听爸给你买了啥？什么东西呀？这个就是侠兰秘术，风雨咒。拉倒吧，什么都能跟风雨咒扯上关系，不就是个风车吗？哎，风车只是表象，通过它，我们可以看到风的力量。就像梅姐你，美貌只是你的表象。通过你，我们可以感受到爱的力量。臭不要脸！太阳快下山了，赶紧洗手吃饭。风车就是风雨咒的秘诀。没错，风我们是看不见的，但风车的转动就好像让我们看到了风一样。我又看不见风车转。儿子，只有像你这样不用眼睛看世界的人才能练成风雨咒。真的吗？世间万物的本质要用心去感受。那怎么感受啊？感受到了吗？妈妈，我们到了家了。就像风筝能感受到风，溪水能感受到雨，草原能感受到大地，风雨咒的秘密就蕴含在万物之中。感受到了吗？乘风而去的感觉。我感受到你疯了。这就是我的父亲。梅姐，在这之后他便真的乘风而去，再也没有了消息。你可是我亲儿子，你非要跟妈亲兄弟明算账吗？是的。好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钱我跟你平分，以后断绝关系，你走阳关道，我过独木桥。妈，现在知道叫妈了，后悔了吧？没事，妈妈可以原谅你。我要你那袋。哼，算你精明。交给你的任务顺利吗？还算顺利，至今没有让霞兰查到什么线索。很好，再去个地方有个小玩意儿，你帮我取回来。是。怎么又来了？
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他的眼睛是不可能恢复的。别那么多废话，开药。哎，这已经是你2333次来这儿了。我怎么才能治好儿子的眼睛啊？冷静，你在天上能给我指条明道吗？霞兰，霞兰真的存在吗？霞兰印也许真的只是块疤而已，可就算是块疤，我都看不到它长成什么样。这是什么声音？还得回家给我妈洗脚呢。嘘，一会儿听我指挥，今晚必须大福的。你不等等我，等等我呀！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是一个陀螺。没有灵力的普通人，这么容易就取下来了。何方妖孽，出来！谁是妖孽？你是谁啊？报上名来。原来是个瞎子。你，死瞎子，没工夫跟你闲扯，把陀螺给我。想要这陀螺，开个价吧。少废话。我去，这是张人脸，这也太帅了吧！等会儿，我竟然能看见了。这绿油油的，是大树；这吱哩哇啦的是知了；这臭烘烘的是大粑粑。
这真的是我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这一切都太美了。不会是已经死了吧？不，我还活着。究竟是什么力量让我重见光明？昨晚我都干嘛了？吃了个饭，吵了个架，然后上了个山。陀螺？难道是陀螺的力量让我重见光明？回家，梅姐知道了一定很高兴。三二一，小羊岗，我回来了。这就是我居住多年的向阳岗吗？不对呀，这里平时挺热闹的，人都去哪儿了？你们是？他好像发现咱们了。不可能，我看不见。更何况咱们伪装的天衣无缝，我自己都发现不了自己。你们是山炮帮？他们看见了。你们怎么长成这副德行了？比你好看。你们在干嘛？废话，当时躲罗刹了。罗刹。每当我身处极度危险的境地，我的心情反倒会变得异常平静，因为我是主角，我不会死的。这是谁？
他们赶走了罗刹，他们是英雄，他们救了我们。你们是谁？我叫展池。展池？霞兰展池？对。呀，真的是霞兰呀！妈妈是展池。你好。没想到你还挺有名的。你们真的是霞兰？我叫游不动，刚才就是我救了你。那你就是千钧？你们俩就是陈月和碧婷？碧婷，父亲当年所说的霞兰原来真的存在。那你们的霞兰印呢？霞兰印，这不是吗？怎么狼云的霞兰印和他们不太一样啊？就是他一直在骗人，他就是个骗子。有人知道罗刹是从哪儿来的吗？那就得问问瞎仔了。为什么要问我？我又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昨天晚上你偷偷摸摸的上那片野山干什么去了？啊哈！对，干什么去了？今早一回来，瞎眼睛就能看见了，那罗刹也跟着来了，而且他还只追着你，敢说不是你招来的？啊哈！敢说不是你招来的？怎么样？说不出话了吧？是啊，瞎仔能看见。就是啊，他怎么能看见了？出来了。是啊，从小就不务正业，天天骗人。是啊，这就对上号。罗刹肯定是看见的。我说了，不是我。我看就是他，整天游手好闲卖假货，他就是个骗子。把他赶出去，咱们才能看见。赶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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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出去。好，你们行。我瞎的时候欺负我，我看见的时候还欺负我。我告诉你们，信不信我用风雨咒把你们都给……原来你的瞎了眼是假的。你们俩留下，剩下的人跟我去追。嗯，大家别担心，其实那只罗刹已经袭击了许多村庄，孝阳岗不是唯一的一个。我们一路追来，也是为了将罗刹的事情查探清楚。哎，沙仔呢？赶紧回家，这儿应该直行，30步后应该往左转。这就是我的家。这是怎么了？梅姐，梅姐，我回来了。梅姐，梅姐，你在哪儿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梅姐，我能看见了，你在哪儿？你快出来呀，梅姐！梅姐，梅姐，不是一直希望我能看见吗？我现在真的可以看见了。梅姐，是不是因为我昨晚没回来，你生我气了？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以后再也不让你生气了。我不跟你分钱了，天天帮你踢骰子，你快出来好不好？妈！妈，别闹了，我都看见你了，你快出来吧！妈，我求求你，出来吧！我什么都能看见了，现在最想见的就是你，可你却不见了。
就算你看见他，你认得他吗？怎么是你？看这情形，这一切都是罗刹干的。罗刹，罗刹，你来干嘛？跟你做个交易，想找到你母亲，就得先找到罗刹，而我是唯一可以找到罗刹的人。你跟罗刹到底什么关系？我妈呢？想知道，先把陀螺给我。快告诉我妈在哪儿！把陀螺给我，我带你去找。陀螺就在我肚子里，找不到我妈，我绝不会给你。我带你去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你最好别骗我，否则你一辈子都别想拿到陀螺。那就出发吧。怎么了？我好像感觉到一种曾经很熟悉的力量，若隐若现。熟悉的力量？不知道陈月他们追到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以他现在的距离有没有感受到。哎，到底是什么呀？好像是灵力。瞎仔，我看你小子这回还往哪儿？我无法改变我的出生，所以我出征，不想再听见妈妈担忧和哭声。本不懂侠义，但只想过的自由，不想让胸口之热遭遇任何人滞留。行万里路，翻过山岭，望着天空，为改变现状误打误撞成为先锋，开始冒险扔掉抱怨，罗刹恶霸敢威胁赵，变态及八卦斧钺钩叉刀枪剑戟，只要顺手我只想赢得胜利。与我同行，我深感荣幸奋力，证明我们彼此都想要伸张正义。也许开始故事根本不是为了你，直到你坚定甚至固执，想要撑到底。流过的血泪伴随汗水，开始回报你。瞎子花式撒冷，大家感叹再次看到你。找到我的他，我的妈回到家。谁敢挡路，都给我退伍。把他相中，我在乎对手。不管辛苦，荣耀藏在背后。千里不换，江湖英雄浪子回头。谁敢挡路，都给我退伍。把他相中，我在乎对手。不管辛苦，荣耀藏在背后。千金不换，将我英雄浪子回头。陀螺吐出来了没？你想干嘛？我警告你，如果你还想找到你母亲的话，就别跟我说话呀！你要干什么？我想小便。等等，他不能再等了，我是别一路了。要不是怕你跑了，我早就解决了。哎，你怎么了？霞兰，怎么是你们？霞仔，你怎么会跟灵在一起？灵？多年前，自从霞兰封印了穷奇之后，世间已经很久没有这股邪恶的力量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，要你们管？霞兰好不容易才消除了世间的灵力，如果灵力再现的话，定有大祸降临。姑娘，为了避免误判，能不能让我们探知一下？可以啊，用脱衣服吗？哦，用不着。拥有灵力之人，额头上定会出现圆形的灵力印记。小心！
山仔，你快去抓住他，千万不能让他跑了。他额头上没有什么圆形的灵力印记啊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们是霞兰，相信我们。霞兰，我当然相信。但是对不住了，霞仔，你要干什么？因为现在只有他能帮我。霞仔，你别，对不住了。喂，我知道我的英俊不可多得，但你好歹是个姑娘，矜持一点不好吗？看来我们是被困在地洞里了，得想办法爬出去才行。好好的一个姑娘，怎么会是灵呢？喂，你快醒醒啊！你在上面，我在下面，说话的不应该是你才对呀、啊！喂。呼吸还在，那就只能得罪了。啊，总算是。谁打我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死样子，快把头颅给我！你还没等我找到梅姐呢！我要取出陀螺，要剖开你的肚子！我快控制不住我体内的灵力了，你快走！走。往哪儿走？快，给我讲一些好听的故事。不想死的话，给我讲点快乐的故事。哦，好。说从前有一个小孩，他是个瞎子。但是他每天都很快乐。他周围的朋友每天都欺负他。不对，是经常跟他一起玩。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孩子，没有一个人因为他瞎而看不起他。他家住在一个长着大槐树的院子，每到春天，他就和爸爸妈妈一起坐在树下，感受着风，感受着万物生长，感受着爱。后来他长大了，于是他辞别父母，来到了九宫里，因为他从小就有一个梦想，要跟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受人敬仰的霞兰。他紧握着手中的霞兰印记，通过了九宫岭严格的选拔考试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霞兰，从此守护着正义。我能问一个问题吗？是啊。这个陀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哎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得到它？啊，还有，你真的是灵吗？那这个灵又是……你这是一个问题。我原本是正常人，但现在我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。有个人跟我说，如果我拿到陀螺，就能回到正常人的生活。哦，这么说你确实是个灵，那灵又是何方妖孽呢？哎，就算你不告诉我你是何方妖孽，我也得知道管你叫什么吧。哎，要不就叫你小妖孽吧。这个名字不错。瞎子，你敢？你听，小妖孽，那边有风吹过来。
神，如今世间罗刹肆虐，愿您保佑我等村民平安健康，富贵吉祥。看来要想出去得破开这石头才行。这么大的石头怎么破啊？石像走楼了。不是吧，快跑啊，神像他不要啊。这位大哥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哪个村？哪个村？你应该有办法让我们脱身的，对吧？死瞎子，我要不是身上有伤，怎么会被他们生擒？你耳力那么好，听得到他们在说什么吗？不行，自从复明之后，我听力好像变差了。不过我的推理能力还是很强的，他们应该是要用我们祭祀神明，但那是一般的剧作规律，这回不会那么俗套。我们商量好了，打算把你们祭祀给神明，你们说好不好啊？我们说不好，非常不好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们毁掉了我们村的守护神像，如今罗刹横行，如果不祭祀的话，神明就不会保佑村子了。神明不保佑你们，我可以保佑你们。我正要去找罗刹呢。你？不错，我可是侠兰正宗的。如何证明？就凭我手中的侠兰印。侠兰印啊！哎呀，不止如此，我还会使用失传的上古侠兰秘术风雨咒。哦，那你使一个给我们看看。松绑。风可是五行之外的力量，我们是看不见的，但不代表它不存在。风雨咒的秘密就蕴藏在万物之中。难道你们没看出来吗？是我让风停下来了。侠王，侠王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只能祭祀一个了。不行，他是我媳妇儿，我们俩必须在一起。你哦，侠兰夫人，如此甚好。乡亲们，这可是我们那个村天大的福分呐！我这把老骨头做梦都没想过，咱们有一天能够用侠兰祭祀神明。什么？而且他还主动要求将他的夫人一并献上。我宣布祭祀现在开始。看来如果不是你多嘴，少祭祀的那个应该是我才对。跑远了，应该是往山里去了。海东青，出什么事了？向阳港那个瞎仔和一个灵在一起。灵？世间怎么还会有灵存在？不是早被清除干净了吗？罗刹的出现很可能跟灵有关。先回去与碧婷、游不动会合，再做打算。
神沟通的媒介，将二位置于水中，并通过歌唱和舞蹈等形式，只为向神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。什么信息？神像是你俩弄坏的，与我们无关。居然这么耿直地推卸责任，还不是你们做的不结实？辛苦霞兰和霞兰夫人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王富贵，是那个村的村长，这位是那个村的邻长王富贵，负责今晚宴请。这位是那个村的账房，叫王富贵。我是木匠王富贵。我是铁匠，我叫王富贵。我是裁缝，叫我王富贵就行。好了，就不一一介绍了。哎，厨子哪儿去了？王富贵。人呢？王富贵。是不是我听错了？出来吧，我们想再待一会儿。让他们准备两个房间，我需要疗伤。哎呀，都是夫妻了，怎么还分房睡呀？快，王富贵，收拾出一个房间给霞兰和霞兰夫人。好嘞。意料之外啊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主人，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的事情吗？放心，答应你的都记得。东西呢？东西已经到手了。那为什么还不回来？那东西在一个人的肚子里，我本想把这个人一并带回去，可路上却出了一些意外。小妖孽，你干嘛呢？我在换衣服，你别进来。村长叫咱们去吃饭，大家都等着你这位霞兰夫人呢。你先去，我就来。真是废物，不过东西还是拿到了。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，就敢大显神通了。怎么样？晚饭吃的都一样，为什么就我肚子疼，你却没事？少废话，陀螺排出来了吗？当然没有。自从吃下陀螺，什么都出不来，全堵住了。不可能，你在里面待了那么久，出不来才久吧。哎，又来了。快点，什么情况？难道你们那个村就这一个坑吗？是啊。还没救出梅姐，我就要因食物中毒客死他乡了。不会的，
你是说，我们一定会找到梅姐的，对吗？我是说，你不是食物中毒，是我在晚餐里给你放了泻药，药劲过了就好了。你想找到你母亲，你就尽快把陀螺给我。我是在帮你，这点事都不懂。哼！啊，梅姐，你手里的疤根本就不是霞兰叶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个风车看起来好眼熟啊！快给我，这是我们郎家祖传的风雨咒，快还给我！你该不会真当自己是守护正义的霞兰了吧？我，还我的风雨咒！仙女一道震天下，专治山炮三罗刹。要想脑袋不开花，叫出灵石别废话。可是大姐，我们神炮房的棒棒糖都交给你了。就是，瞎仔他没交，大姐你应该收拾他才对呀、放了我们吧。还嘴硬，人家是来救你们的。我最讨厌不讲义气的人。死瞎子，这风车就算给我的见面礼了，你的棒棒糖算在他们头上，你走吧。给你们点儿教训。傻呀，还不躲开！正是因为你今天勇敢地守护了正义，所以你的伤疤就是霞兰印。这就是霞兰印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孩子胡说八道？儿子，快让妈看看，疼不疼啊？我是霞兰，我用风雨咒排除万难，乘风而归。嘿嘿，我是霞兰。完了，我是霞兰。你说话这没谱的风格，是越来越像你爹了。风雨咒。你说的对，什么霞兰，我连梅姐都保护不好、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的风雨咒这么不结实。算了，不过是个童年的玩具罢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救出梅姐，等你养好伤，我们尽快出发。都来了，你们都让开。水道通达，古道闭塞，不通长鸣，艰干不得出。实在是想不通，他人呢？我来了。他只进不出有多久了？你们谁来？从吃下一个陀螺开始。陀螺？你们倒是……莫非是孝阳岗附近山腹中的陀螺？你怎么知道这个陀螺的事情？大事不好、怎么了？我手指抽筋，你们快随我来。这儿还有个人呢。你到底要带我们看什么？看，这个宝典是那个村的历史。阿钱，这也咱们用不着。就在这里，13年前，我跟王富贵还有王富贵一起上山采药，
却误闯进了一个神秘的山洞，不小心将一股被封印许久的神秘能量放了出来。那能量竟然钻进了我的体内，渐渐的，我开始意识不清，总是觉得很饿，见到什么就想吃什么。就在我险些吃掉两名同伴的危急时刻，一个英雄突然出现，他用一个陀螺作为媒介，将那股能量封印进陀螺之中，而他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为铭记这位无名英雄，回村后我们举全村之力修筑了他的雕像，而那雕像却被你们给毁了。你是说那个神秘力量被封印在陀螺中，而那个陀螺正在我的肚子里？不错，所以还是要尽快将其取出才是啊。村长，怎么了？乡亲们正在为维修神像发动捐款，需要您去主持一下。哎呀，你们稍等，我去去就回。这个陀螺这么危险，你要拿它做什么？你说它能让你重新成为人，是真的吗？你不会是要用这个陀螺的力量做什么坏事吧？不过现在看来，也许真的是陀螺的力量让我重见光明。如果它真的也能让你重新为人，我愿意把它交给你，哪怕之后我会再变回一个瞎子。哼，反正我都当惯瞎子了，用我一双眼睛换你条命还是很值的嘛。哎，还有啊，别以为我瞎了以后就能糊弄我，你可得履行约定，带我去找梅姐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废话怎么那么多？还是先想想怎么把陀螺取出来吧。还是要剖腹啊，北泡，我还是想要靠自己。要剖我们早剖了，还要等到今天？咱不治了，走。都
都是些什么人，竟出些馊主意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干脆割开你的肚子取出来就得了，哪用得着受这么多的苦。等拿出了陀螺，你重新为人会去哪里做些什么呢？如果我可以找回记忆，我想应该会去找我的家人吧。我会帮你一起找到家人的。你现在还有闲心管别人？还是想想怎么把陀螺取出来，别这么多废话。小妖孽，等这一切结束以后，如果我看不见了，我还能再找到你吗？死瞎子，眼睛已经好了，就不会再瞎了。不好，要出来了！现在，呼吸，深呼吸。怎么样了？好像出来了，露头了。怎么样了？这是送给你。送给我？啊，你别误会，这是我刚刚买的，不是我。陀螺呢？哒哒，已经清理干净了。哎，我是吃下陀螺以后就复明了，所以你。收好陀螺，别弄丢了。你笑了？没有。你不要陀螺了吗？我还没帮你找到母亲呢。是为了拿到陀螺，我并不知道你母亲的下落。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滚！小妖孽，你说什么？主人，陀螺已经拿到了，我们走吧。这只罗刹怎么会在这儿？有点意思。你告诉我，梅姐到底在哪儿？展池，好久不见啊。别紧张，我不是来和你们打架的。你们这几个初级侠兰的级别还不够让我动手。他是谁？他是曾经让灵力为祸世间的罪魁祸首，没想到能够活到现在。你跟他待了这么久，还不知道他是谁？不早了，咱们走吧。想跑？放手！
别冲动，罗刹竟然不止一只，而且与假叶有关，姿势体大，必须立刻上报九宫岭。那还等什么？走吧。村子招来了祸端。对不起，我不是瞎了。那个小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。我骗了你们。我如果能早预知到这些，就根本不会把你们留下。你毁了神像，欺骗了我们，还给村子带来了灾祸。我。然而。为了尽可能地守护我们，在危难之际，你也已经尽力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要守护的东西，我想你也不会例外吧？是不是侠岚不重要，为了自己想要守护的人，即便是面对无比强大的敌人，面对无法预知的将来，都应该义无反顾地走下去。梅姐，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我想我应该把他们带回来。梅姐，小，还有王富贵。哪个王富贵？忘了吗？我曾经是个瞎子。看来他已经准备好了，因为我闻到了欲望的味道。都准备好了吗？随时准备出发。只是，既然东西已经拿到，是不是可以？可以什么？还给我自由，还给我回忆，让我重新成为一个人。哦，对了对了。我说过，等你把陀螺带回来，就告诉你重新作为一个人的方法。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你死了，你体内的灵力自然就会散去。你骗我！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有人总会对失去的东西耿耿于怀。你自己的记忆要别人还给你，没听过这样的笑话。知道这陀螺里是什么吗？是上古凶兽饕餮的元神。什么？现在一切都准备妥当，待我召唤饕餮现世，过不了多久，世间的一切就都是我的了。跟着我，你吃不了亏。统领，战池他们有什么消息？立刻召集九宫岭全部太极侠岚。
你一定知道我梅姐的下落，不管你是谁，快把我梅姐交出来，否则你信不信我？跟我来。如果你能找到他，也许还能再见最后一面。不可能，梅姐，这些罗刹都是人，都是人，但他们现在不是我，而是饕餮的食物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愿望。愿望？每个人都有梦寐以求的愿望，但无论任何愿望，饕餮都可以让它变成现实，但代价就是实现愿望的人都会变成罗刹，然后等待着被饕餮吃掉。假夜想利用饕餮的力量消灭侠岚，就必须要喂饱他，唤醒他。因为我受制于假夜，所以不得不替他在世间寻找有强烈怨念的人，去帮他们实现愿望，然后眼看着他们一个个变成罗刹，成为饕餮。愿望，他的愿望是让你的眼睛复明。所以当初在孝阳港的那只罗刹就是梅姐，对吗？他只是想看看我的眼睛是不是复明了，对吗？假夜已经东升往干戈谷了，这些罗刹很快就会被吃掉，等饕餮吃饱了就现世了。把我的命给你，我跟你交换我的愿望，你把梅姐变回来，我来做饕餮的食物。死瞎子，如果可以，我宁愿用我的命交换，可惜除了饕餮，没有其他力量能挽回这一切。怎么回事？开始了。
种场景让我感觉到全世界都是那么的凄美。夏夜，没礼貌，你要背叛你的主人吗？我最讨厌别人直呼我的姓名。夏夜，这又是谁？正好伽蓝都到齐了，省得我一个个去找。当年重启大战之后，以为你已经死了，想不到你竟然还活着。想不到的事情多了，你们也想不到今天会死在这里吧。不跟你们废话了。写诗吧，冲击！冲击？这不会！摧毁九宫岭，杀光所有夏兰，让你的恐怖力量笼罩这个世界吧！众夏兰，给我杀！快乐，没有一个人因为他想
而看不起他。每到春天，他就和爸爸妈妈一起坐在树下，感受着风，感受着万物生长，感受着爱。最终，他像他的父亲一样，成为了侠岚，守护着世界。那你呢？你想起来了吗？你的家人和身世？除了邪恶，就只剩你了。死瞎子，其实我一直有一句话想跟你说。复明还得感谢我呢，要不是饕餮的能量，你将永远是个瞎子，瞎子！加一！像你这样不用眼睛看世界的人才能练成风雨咒。如果我爸没有骗我，如果所有的故事都是真的，那么我只有去风里找答案了。世间的本质用眼睛是看不到的，那一刻我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我是个盲人，但他又如何呢？世界不会因为我看不到而不再美丽。我不是侠岚，但那又怎样呢？我手中有属于我自己的侠岚印。
卑。神功根本就不是练出来的，人与自然本就是一体，我即是自然，自然即是我，我在御风，风在御我。你们就废了，我就感受到了，此时此刻就有一股疾风正向我脸庞吹来。哎呀，
你在这儿干嘛呢？轻点轻点轻点，梅姐，我怎么说也是拯救过世界的男人啊，你多少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？你们都散了吧。拯救世界，可是终究还是没有治好你的眼睛，也没能让你亲眼看到妈的样子。妈，我现在才看得无比清晰，你牙上有韭菜。臭小子，这你也能听得见？不用听啊，闻就闻到了。这回更像了。您站在那儿盯着我那么久，不会是对我有意思吧？这孩子没一句正经的。有没有兴趣随我回九宫岭？我？快算了吧，我又没有下蓝印。再说了，在小阳港挺好的，这毕竟是我的家。我们曾经错过了一个像你一样的人，这个封印饕餮元神的陀螺曾经是属于他的。谁啊？13年前九宫岭霞兰考试的题目就是运用自己的元气让这只陀螺转起来。13年前，当所有人都失败的时候，一位年轻人突然展现出了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力量，将陀螺飞速转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超脱于五行之外的元气，风。但是我们却因为他手中没有霞蓝印，将他拒之门外。我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，跟我去九宫岭吧，做一名真正的霞蓝。不了，我妈还在等着我回家吃饭呢。是不是霞蓝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没有挺身而出守护他人。只要心怀正义，霞蓝无处不在。不过临走前能不能把那个陀螺送给我，我想带回去给我儿子做个纪念。我算倒霉，途经此地盘缠丢了，借点钱来试试吧。小妖孽，什么小妖孽？你谁啊？哦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，这可是我们村的霞兰。老明，这娘们是过来砸场子的。姑娘，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？都什么时候了还泡妞？你有没有什么话曾经想要对我说却还没能说的？心心相印，断断续续，别放弃。
己，念念不舍，奄奄一息，来不及。我看不清这决绝的戏剧，哪怕受我丝毫的牵引，哪怕还有我你的拥挤，傻傻看你消失的背影，绝望中的一点点美丽，在我心里跳动的心灵，还有来不及摔碎的叹息。你说没什么不能放弃，傻傻看你消失的背影。